这个吧，主播怕挨骂。你也许是个不错的陪练。他视频节奏很好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叫什么搞那种什么特别夸张那个，简单来说就是看得很舒服。多么敷衍！就嗑药了的剑姬。画面开始没有他，我还在装傻。完了，我可能要死，兄弟。哼，拿下！妈的，真凶啊！这逼电击，什么玩意 ？GoGoK 啊！我才发现他那个 BID 怎么叫 GoGoK 啊？什么疯狗流玩法？那什么疯狗啊？闪火剑姬，牛逼！我没话说了。那我没真没按什么 ，Goken 对线风格跟那个不太一样的，他这个太疯了，他这个对线风格。这剑姬太疯了，有一说一，这打得特别凶啊。但怎么说呢？如果是一个经验不够丰富的情感，可能还真就被他这样爆杀了。但我经验太丰富了，我不太怕这种东西的。主播经验太丰富了。GG 了，优雅又不过时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唱不出他的发。
我是什么段位啊？剑姬之前了，拿头的。回他啥呀？我不知道咋回。回他翡翠吧。你说你是德泰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兵呢？最锋利的刀刃也无法分割光明与暗影。怎么不说是兵的亲传弟子呢？怎么不是直接说自己是兵呢？或者直接说自己是阿乐的？是半路的我负责读书，你们来了之后这是黑地方。我操！操！怎么两个啊？我以为就他们打野一个人，我以为就他们打野一个人。而且他出了啥？哦，出了星虫，星虫给了个盾，你知道吧？没那么好杀他。星虫刷了个盾，没杀掉他。哎，感觉剑姬的操作现在好像都停滞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这种感觉，这剑姬操作都停滞下来了。
啊，剑姬把我们 ADC 单杀了，你开什么玩笑，你妈1-8剑姬杀我们10-3的 AD 啊，我操，这剑姬不会是个肖带吧，哈哈哈哈，啊，他把我们 AD 杀了，还一个月高考吗 ？K， 你加油哦 ！Kizzy，AD 现状难崩。这么多人，怎么不加油呀？没蓝了，溜了呗。你他妈一个月高考干一天崩铁，哎，是你要高考吗？你不会跟我说还一个月高考，但是你不用，你又不用高考。葛子跟大萌开玩笑呢。崩铁啥时候都能干，知道吧？果然是他妈的，我猜到的，就这个表情，就当作是我不吉利，不断的有美好幸运才想到你，但我又回到这里，还冲白剑呢，我想冲110剑，我想冲120、150、200剑。老板，续个剑不？要上个剑不？老板，我见你跟我说你想上剑来的。一套秒。拿下来。